因为颜色的关系，它有强弱弱强弱弱这样子的情况哦，啊，阵阵的，好像鼓声一样，咚咚咚，一直打着那一朵花。可是他说我不投降，我要有那个向日葵向着阳光那个精神要表现出来，啊，所以向日葵也像我们人一样，我们人是不是要向着光的地方一直的成长，是不是啊？是哈，遇到很大的风雨，我们也要向着光一直进步，那你们个个都会很有成就的哦。哦，那向日葵让我留下很多感动的回忆，以后你们经过校门，可得仔细的在不同的心情再去看它。